亿万年来的板块推挤，造就了美丽之岛福尔摩沙，而塑造出如此美丽的山与河的力量，却也是岛屿上人民共同的宿命以及所必须承受的阵痛。就在1999年9月21日，台湾南投县吉吉地区地下8公里处发生瑞士地震规模7.6的强烈地震，规模之大，震度之强，百年罕见。台湾一年平均发生11000次的有感地震，由于地震频繁，生活在岛屿上的人民早已学会与地震共存共生，但碰上这种百年大震，仍让人措手不及。总计921大地震一共造成2430人丧生，11305人送医，97433间房舍损毁，影响所及除了震央南投外，台中、苗栗、台北都传出重大灾情。